沉浸感超强破案手游，目标是找到钥匙逃离公司。那边有个萝卜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要我们拿萝卜去开门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这边有个小孩，给个棒棒糖。小孩竟然上当了，真好骗，顺手捞走奶酪。哎，猫不吃狗不闻的，有点难度了哇。那边有个柜子，说不定钥匙就在里面。哈哈哈哈！我去，领导竟然藏在里面，有谁来帮我找到钥匙吗？